妙法莲华经方便品中有这样的寄颂：博得少妇人，众苦所逼迫，入邪见愁林，若有若无等，依止此诸见，具足62，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那么意思告诉我们，博得少妇人就是缺少福慧的人，没有福报，没有智慧，怎么样？这样的人就会各种痛苦所困扰，困扰就是入邪见愁林，执着若有若无等，不是执着有，就是执着没有。其实有和无，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你看到有，同时要看到无，你就没有烦恼；你看到没有，同时你看到有呢，你要担当负责任。是佛教徒啊，缺少智慧，缺少福报，所以就痛苦啊。真学佛吗？不一定。若有若无等，依止此诸见，就是你执着有，执着没有，执着好，执着不好，具足62。所以佛教就是破邪显正，破62见，就是你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东西，那是错的。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个诸相啊，没有实在的相，你就不要上当了。但是不要上当，你还要面对立誓练心，担当负责，不要当回事，你就解脱了。面对现实，我们想抓到更多的东西，但是你得到的更少。如果你放松，你得到更多，你放下，你就解脱自在。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呢，需要我们明白，身着虚妄法都不是真实的，你也不是真实的，那件事不是真实的，那个人也不是真实的，坚受不可舍。所以一个好人未必是一个快乐的人，未必是一个佛教徒。佛教徒不做坏事，要做好事，但是呢，不要执着才是佛事。这个我们希望大家明白。有人说我是好人，但你不一定是佛教徒；有人说坏人，那更不是佛教徒。佛教徒不做坏事，一定要做好事，但是心里不著着，才叫佛事。那么面对续品中《妙法莲华经》续品，针对啊佛陀放光，文殊菩萨对弥勒菩萨说：“如我为称，就是像我呀思考的那样子，什么样子呢？与大法语吹大法锣，即大法鼓，演大法义。什么叫大呀？大就是超越我们的认识局限。我们都自以为是啊，我们自以为是的东西太多了。”比别人寿界长，比别人的个子高，比别人长得好，都是小嘛，都是局限。所以我以过去诸佛，文殊菩萨说，我啊在过去诸佛的时候啊，曾见此瑞，我曾经看到过佛陀啊放光，奉思光以即说大法。这佛陀一放光就要说法呀。自古当知今佛现光，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释迦牟尼佛《妙法莲华经》中佛陀放光，也是这样的道理。欲令众生贤德闻之，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什么叫难信？明明是假的，你当真吗？佛陀告诉你这是假的，你也是假的，都是假的，你都不信呢。所以难信呢是很难的，改变起来自己非常困难。那要是都像吃饭那么容易，都成佛了吗？但是你若明白的话，吃饭也是修行啊。你若不明白的话，你凡事都不是佛法。不现瑞，就所以才现着放光现瑞嘛。方便品中有佛陀对舍利弗说：“诸佛世尊呢，唯以大势因缘出现于世。”诸佛世尊不是无缘无故。他要
利益众生来成就自己。所以我一直都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佛菩萨和众生是相互成就的，佛菩萨只有度众生才能成佛，我们只有学佛才可以解脱，所以相互取暖，相互成就，相互支撑，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诸佛世尊唯以大势因缘出现于世啊，欲令众生，目的就是让众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入佛之见什么之见呢？无所得，什么都抓不到，什么都得不到，这就是学佛。你什么都得不到了，就像我们刚才拿那个如意，如意就告诉你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就如意了，可是你今天拼命的执着，你就很难如意，那你很难如意，那你还要如意，那不就口是心非吗？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世尊用无数方便种种因缘种种比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目的就是要成佛，以佛称故，就是目的要成佛，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什么叫种智？方便智，对吧？种种方便啊，今天念经，明天呢、啊、念咒，后天放生，都是方便，不是目的。若是你执着，只有福报；若你不执着，叫做利他，就是自利，改变我执，成就解脱资粮，这个就是一切种子。一切智是什么呢？就是不执着，就是于法自在，不住不着。于法自在就是方便，不住不着就根本。所以佛教要面对现实，立誓练心，解决问题，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没有挂碍。你说有啊，有没有关系？从这里开始，但不可以从这里结束。所以说，即使我们强烈执着于今生的事物，也没有办法留住他们，包括我们的青春，以及从我们所拥有的快乐，包括过年呢，匆匆而过，悄然而逝，隆重而来，悄然离去，往往如此。我们盼望已久的东西得到了，得到了和我们原来设想的不一样，然后又容易丢掉了。所以没有佛法，就算我们努力活到100岁，对吧，也只是延长老年的痛苦而已。活100岁，对吧，所以长寿多苦啊，很多人老要活着，你不如解脱。有人以错觉，就是你活多少年龄为修行的标志，这个不确切。当然我们绝不否定高僧大德的长寿住世弘法利生，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活了年龄长而为学佛的目的，那叫本末倒置。只要你的心仍然在乎，在乎利益，在乎衰败，在乎诋毁，在乎荣誉，在乎有人称赞你，在乎有人讥笑你，在乎苦，在乎乐，就等于我们对于佛陀解脱的正法没有任何文思修的实际内容。但我们都习惯了，我们确实很在乎啊，别人赞叹我们确实很舒服，别人诋毁我们很痛苦，但是因为在乎怎么样，要练了，要改造自己啊，让自己变得更坚强，更坚韧，更坚定，保持定力，不被外界所困扰，你才会解脱，才会成佛啊，否则不可能。我们呢，没有任何文思修的实际内容，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知识或者一厢情愿，世俗地的有为法。所以我们学的是知识，念经念的是知识，念完了该烦恼烦恼，该干嘛干嘛，那这是问题。对照一面镜子，
依教奉行，就是反省自己，改造自己，才能够真正的解脱自在。所以永远无休无止，无休无止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就轮回嘛，就继续烦恼。你听闻了佛法，你就知道无常无我解脱三法印，你就会有办法。今天就是你不想修行，你不想改变自己，三藏十二部你都装在心里了，天天夸夸其谈没有用的，依然烦恼。如果不能观无常无我解脱，那么可见利益众生而解脱的佛法才是解脱的资粮。这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关键，一切法可以是佛法，一切法可以不是佛法，用心了，那么你赋予的佛法你就解脱了，你没有用心，一切法就不是佛法。有人说说念一句阿弥陀佛能够灭八万四千亿生死重罪，佛经说的，但是那有人念了多少遍也灭不了，为什么？他不用心，他老想贪心占便宜，那结果就适得其反。所以缺乏福慧，你会好奇，你会贪心，那只是相似的佛法。今天学佛的人回向，要给予别人，把这个功德都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一点点不要，你恰恰是受益者。你说我就不给别人，你不但不是受益者，反而你越活越苦，越活越累。虽然现实很热闹，但却无法解脱啊，就好奇而已啊，方便离开了根本空性，对吧？根本就是空性吧，只能随便，或者是我们的借口。所以我们一定要反思自己，面对我们的佛法来改变自己，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回心转意，重新做人。虽然很难，却有希望。虽然如此，然则情法一尽，又当如何举扬？放光现瑞三七醒，大事因缘妙难思，唯愿有缘妙法华，利他自利等非思。